真的，来吧。我，不是，在车里呢。你真的是欠打，我真服了你了。下车再说。 穿我拖鞋，把鞋换了，自己不会拖地啊？嗯。 鸡胸肉，草莓吧。干嘛？是这样的，这冰箱里的东西，希望你尽量都不要碰。这么矫健？这都是我给我女朋友买的。女朋友，我只拿冰红茶了，里面掺精了。 睡了，没穿衣服。 喂，你没穿衣服不怕着凉啊？你赶紧穿上衣服呀！我这马上要睡觉了，懒得穿呢。你跟我哥没什么吧？没什么呀，啊，他刚骂了我两句。 你就让他先骂着，到时候我找机会帮你骂回去。好，我等着。啊，对了，他有没有跟你说他为什么要过来？你哥他也是关心你嘛，他想过来看看你跟你那个研究生男朋友有没有同居什么的嘛。他是真的很烦，我哪有那么随便？ 哎，那他有没有说他要待多久啊？应该会待一段时间吧。啊，你不用担心了，我刚都已经跟他讲清楚了。你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？早点睡觉。那你要早点睡啊。嗯，晚安。
晚安。